用量很大，会是很大，整个身体需要用到。那左边也是一样的意思。对。所以这个也是代表，因为这个是压黑，所以你避开了。六十几，三万，三万。对啊，三六十几。我随时都会保持三十 G 的那个空间。左上这一盏，用一下没关系，我用录影。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大家有问题经常提出来，我们这里有专家，也有艺术家，当然也有更多。会邀请到我们的郑树良郑教授，我们国内相当知名的艺评家。能够带着大家从橱窗一到橱窗五，来一的去欣赏、了解太阳光。太阳光，所以这幅画所展现出来就是太阳光下面的色彩绚烂、缤纷灿烂的那个感觉，我给你看。所以这幅画挂在家里，挂在一个建筑里面。八世纪的巴洛克，罗可可时期以后，慢慢的他们西方的先画家在画。你远远看呢，是感觉到室外的东西，它表达是那个光影的变化。所以它的叶子啊，什么水啊，所以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可以体验这个画家是一个比较严肃端庄的北方的男生，可是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什么热情，有没有？他那个瓶子上面不是有一些色彩吗？能够使得台中的玉米选种越来越提升，我想中丰百货是扮演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，啊。这个我们谢谢张执行董事跟简经理，都要谢谢你们那么辛苦。那我今天呢，是不是我就直接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变得比较素质高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要提升的。所以刚刚你的问题很好啊，你要收藏呢，会提升你的眼光，提升你的文化素质，但这都需要训练。很多人。